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。好，恁不得不信嘛？你讲讲讲，他自然就退掉。黑马出兵咧，恁嘛是咧渡迄个魔境诶，你们也在渡那一位魔境诶，魔界咧，嘛渡伊啊，好伊莫个回回人来啊，唔通个向我伫伫卡幸福哦，阿哩不得咧啊！啊，结果做做诶业障，啊，伊就做一酸啊，业障结果讲讲诶，伊做一酸，责任还落咱咧牌啊，吼，医治一切啊。一直一切啊，伊甲你讲两句啊，你就照伊讲了，真的意思是，啊，所以像即摆真的跳楼就是安尼，最近真的跳楼呀，弄为什么神什么来在跳嘞？哦，爱跳嘞，创啥？哦，你对伊也不会哦，或者个跳一杯扑点，一声足大声，像摔水干嘛嘞？哦，迄个什么，迄个最近跳自杀的足侪啊，魔界的世间足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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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啦！各位，我们要将正法传出去啊！那像家你阵，你都无迄个个自称国王，啊，你都含都也无宰相，无兵，无兵，无将，无国库，无土地，你要自称国王？还好，咱中华民国还有台湾呢，还好中华民国在台湾呢，啊，咱要有国土啊嘞，但是国土嘞，中共一直要甲你抢呀，好，要甲你抢的是，咱这中华民国说说并无去啊，在哪里？空中妙有，啊，那空中啊，安尼就无好利啊。众生是平等啊！我相信上天诸佛菩萨嘛，不应该安那摆啊。那么希望我上天诸佛菩萨的信心，或者啊，中国这呢，这叫做良心去发觉，和因的自性去发觉，因的慈悲的心去发觉，理性去发觉，智慧去发掘，或者也尊重着大尊重着众生。那无我嘞嘞，中华民国煞无去啊！好，说不会。那么再来，空中妙游，你起码那是像中华民国在台湾嘛？哈，这都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啊。那么，那个中华民国，台湾就中华民国，就中华民国，马面台湾联合共和国，好，台湾人民共和国，马龙面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土地在哪里？这块土地上原来的名字叫台湾。啊，那嘛，哦，阿杰意思啊。好，那佛法用在生活上，用在政治啊，那那混乱了，我用在政治啊。我告诉各位，那那台湾人不是说独立啊，互相相尊重台湾啊。哎、欸，这投胎落来世间，一生也愿力遐尼大，来投胎为总统啊，叫各部高阶层领导人才啊，好、啊，因的愿力是非常大，那那个赞叹。赞叹你的愿力，他们的慈悲心是有够大，慈悲心愿力要领导大众，受大众的人一派。所以中，那个中华民国总统某某人，一，这也代表一切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我们在这边选举进行，我一再的强调，啥人能够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格？啥人会到代表咱中华民国的人民的人格甲自尊的人，就是总统的选举啊，那就是所以就佛法一即一切嘛，啊，一真一切真呐、啊。好，那么后来心中修此恨，恰是凡人，黑了都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挥舞弟子啊。所以各位恁以后修灵机的，不是我的弟子啊。会记哩，修灵机不是我的弟子，好，因为灵机，恁要修灵机会使修，但是必须要真正的信行心体力行，爱有智慧才是弟子，那无嘞，好就不是啊我的弟子，嘛不是老子的弟子，
是安尼，我反对各位恁收灵机，因为你对经典无了解，到尾会拍妄语、打妄语。咱祖师传予咱，传予咱收灵机，伊嘛教咱爱身体力行啊，爱个慈悲愿啊，祖师啊，教咱爱有迄、那个精忏，爱个知影精忏，诸佛菩萨也啊。结果咱也无照精忏，过去了解精忏的事啊，佛祖讲的真理啊。那么，不是祖师的弟子啊，就不是地祖师爷的弟子，台湾祖师的弟子呀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爱了解祖师，当时呢，达摩大师啊，好的，带咱来叫做台湾祖师啊，游地狱十八天，游地狱十天呐、啊，游地狱十天，而达摩大师化解书生。化解书生，哈、啊，这大台湾祖师啊，哈、啊，来游地狱十八地狱中游，然后才回到来，啊，再回来又开始地狱界的代志。好了嘛，这我们这个六祖大师啊，《法宝坛经》是从达摩大师传来，达摩大师是佛二十八代的弟子，佛陀是十八地的地主，第二十八地。那么达摩大师哎，一点被的一说传来的话呢，是心法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看到家的本性，你都要成就有智慧的人。见性成佛，看到自己的思想，明心见性啊，明白自己的思想，明白那的念头，明白那的心，明白那的思想。啊，个念头，然后是有去做无？即咱的思想明白了以后，你去做，做了是咪能得到心安无？能心安无？你若咱所想的去做，做了会心安，有，而且能够利益大众，尤其是心安的时啊，有，就是叫做见性，明心见性啊，叫做明心见性。你真心了解自己有这个能力以后，你努力去做，做到一家人去做，大家人去做，但是做到咱有一天时间因缘具足结束啊，那时候成为有智慧者成佛啊。那么那死了后，那么等掉死了后，那没有这个题。可以让我们继续在发生去烦恼的代志，发生颠倒梦想的代志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在无这个色体，没有这个色体啊，好，在世间上受到各种的磨练，生老病死的磨练的时，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成佛，这是真正的成佛啦啦，哪意思不？好、哦，所以你若听啊，我这么幸福的人，那就妄语啊啦。好、哦，所以各位同修哈，那也给你，今天所讲的，你们回去慢慢的去领悟，好、哦，慢慢的，那你好话呢，那我相信啊，各位你们很快恁就会成就，好、哦、啊，希望各位我们下个礼拜，那下一次呢啊，共修日，那么继续共修。下次公休日，希望各位你们多听，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呢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，啊，来多听。我希望各位念头到位，把六祖坛经全部修完，哈、啊，迄恁足有福报，才会当修到这部经。啊，至于恁听了我讲，哎呦，迄什么是经代本真呢？假的原版呢？我告诉你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哈、啊。啊，这嘛是人，你弟子听到如是我闻下出来，啊下出来，要么不到真正达到达那人六祖大师的心，所以还有假，为什么假？释迦牟尼佛说法七十九年，到最后来，说你们如果说我有在说法的时候，你们是在诽谤我，因为释迦牟尼啊，他不会讲话，他必须要有心才能讲话。好嘛，好，有的人不知道五地都有去啊。释迦牟尼下高人无讲多诶，因为宇宙这一级一切宇宙虚空无量劫来说一切话，拢借伊个嘴，借着他的口，这个嘴，这色体的嘴去讲出来啊。
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嘛？释迦牟尼讲的啊，而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啊，他不会讲话，好，必须还有心，要有心才讲话，你无心你就袂讲话啊。好，那么慧能大师啊，到后面呢就有的五阶啊。好，到时候来了，都你知道吗？一个啊，师傅啊，哎，某某人什么大师哦，供他能够做什么？你可以吗？慧能大师说、啊：“慧能无能手，慧能我然后哎，奇怪，这个人依然慧能能做什么？又妄语，又不是佛法，有个违背祖师意啊，违背那佛一本一法。”所以有人哎、欸，你只讲这个六祖大师就经安尼讲讲啊，慧能啊，一般都做啥，伊也无练气功，无创啥，不是这样，好、哦，不是这样，好、哦、啊，希望各位啊，我们大家有一年无什么代志，恁都家己尽量参加共修，咱要再多真济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老菩萨啊，十方信众，我也欢迎恁，大家来是来遮听经闻法。虽然这段时间啊，拢封山啦，但是第四礼拜拢有开门，恁嘛坐起来听经，恁来听了一段，用恁的生活，恁这世人就解答啦。吼、哦，咱大家爱了解，哈、哦，会记哩，大家哈、哦、好好啊，咱来修行嘿，祝各位阿弥陀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东方药师佛。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各位同修，各位法座上、莲座上、十方法界，各姓，堂中救贤七众，各姓。愿心借助众顶阿弥陀佛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解哈、六祖慧能大师啊《法宝坛经》啊。咱上一节啦讲到般若八节，哈、什么叫般若？那么咱继续来看经文，善知识何名般若何名八节？啊，八节者，唐言智慧，唐啊，唐朝哈，那所讲的就是智慧。一切处所，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误，念念不余，哈，常行智慧。即是般若行，相行哈智慧，即是八者行。一念余啊，即般若解；一念悟者，哈八者就转；一念智解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哈不见般若，可说般若，心中常愚。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说空，不是真空。般若无形象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好，这点足重要。恁常常看到咱道场啊，是寺庙啊，常常写两个般若。啊，般若你说啊，他般若为叫做般若，那个是一个破音字，般若，若是对内心起来，或者般若字。啊，后面啊，八节
什么叫做般若，什么叫做八戒呢？啊，八戒讲，唐朝的时啊，好，那你一直说讲叫做智慧，好，这个人进入智慧，进入智慧，好，进入般若智，啊，智慧般若的都会来呢，生生世世的累积来，生生世世就累积下来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啊！咱今日要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已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，八戒行。一切处所，咱伫世间任何一个所在，任何一个场所，无论是家庭，或者是道场，还是咱做工课的所在，或者咱生理的所在，任何一个所在。一切时中啊，无论早时、暗时、中昼，啊是伫困，啊是伫做工课，啊是伫这里伫行路的所在，啊是伫处处伫想一个一件代志。一切时中念念念念不语啊，念念不悟，那每一个念头哈拢无无起就对啦。那每一个念头，咱都高高低，那每一个念头唔通高高低。当咱念头有烦恼的时，咱就爱冷冷静静嘞。哈、啊，曾经咱一位信徒弟子啊，啊，因为老师，我若想一件代志，我心都烦，都跳起了，唔知要安怎来安住啊，安住我这心。我就念，我这安尼皮皮喘，皮皮喘嘞，唔知要创啥。想到我要倒去佚佗的时候，我就用撞的想，我下当人发心，马上就到位啊！哈，唔知偌好嘞。我讲，伊讲老师啊，唔知要安尼才会较紧的到达我要去的所在。我你坐下来，你坐落你就到啊，坐落就到啊。老师，哪有可能坐落就到？哪有可能一坐下来就到？我什么事最快？因为迄个即摆台湾无子弹列车，我都上紧，啊无飞行机，嘛我都上紧。我上紧啥？心念、心念上紧，心念最快。好，因为那可能心念最快。我你只想到伊，我只想阮家伫高雄，啊你恁家唔是到位啊？啊你想要来寺里，要拜老祖。你坐咧，想要到到位啊，一定马上就到啊！下讲那么遐这简单哦，这么简单，安尼就到啊？是啊，本来就这么简单。因为咱的念头，咱的心大无其外，心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，大到马上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好，拢在咱的心内底里。所以咱一个人。好，那你两头爱就注意。若是你笑一些怨一个人，去恨一个人的时，好，你马上都恨都告伊啊！你怨打一个人，你马上怨都告伊。你要烦恼什么代志，马上都烦恼都告伊啊！念念不语啊，念念拢是妄想就对啦，念念是妄想。那么早起，咱就信道菩萨在南部起来。好，伊咧，甲讲老师啊，吼、哦，阮囝都往生去，死去啊！啊，那阮媳妇咧，即下都开始去甲告，告讲我侵占伊的财产，厝是我起的，啊，厝我起的咧，吼、哦，就开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伫过名，互阮囝，啊，阮媳妇咧，啊，即马都开始甲告，告叫我搬出去，五工来甲搬出去，吼、哦，伊就足唔愿咧，千里迢迢从南部来到市里。来到市里，伊来遮讲甲气勃勃，讲我做人也袂歹，你看我做人就袂歹。我老岁仔人，你这当然做人真好，吼、哦。但是安那媳妇会管你呢？好、哦，我倒提了，我看卖。结果这间厝头前，那防火巷都墙就正头前，后壁防火巷墙了后壁，所以拢一定顺丁，好、哦、囝就死翘翘，啊，红迄红仔嘛就搬过这间厝就死翘翘。拢怀疑，啊！你囝着车祸，哈，弄个万个事出，
啊，我讲，嗯，你头下有供养的王爷公，伊有啊。我啊，看看，你这间厝不用住，你这间厝卖住，是去住恁囝的所在，去住恁囝的所在呢吼。另外一个囝的所在，这间厝拢卖住。哈、啊，那么好、哦，就真欢喜啊！这王爷公啊，吼、哦，叫恁新妇甲你赶出去。王爷公叫新妇甲赶出去，新妇若无甲赶出去咧，伊一定一只会起，会到个欢喜，开到欢喜，会过到位。啊！伊这时阵啊，我你莫想起恁新妇啊，安尼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对啊，吼、哦，伊就足欢喜啊，伊念头伊就转过啊，就有智慧啊。无原来讲恁新妇在甲过，伊足唔愿的，唔知要安怎，要甲伊遐新妇要甲反驳。好、哦，我念啊，啊，你这厝都袂大哩，好、哦，你就卖免讲个大，你若个大嘞，遐囝大家就袂出头天。啊，讲啊，两个囝、三个囝高等教育，好、啊，伊诶，那嘛是拢足袂顺失。啊，叮叮塔塔，我咧搬位去住就顺时啊！啊伊这念头，地位就开啊！啊，原来是安尼，好、啊，我大家都是拢未顺时，所以我爱换位换位咧。新妇未讲要甲你赶，王爷公未过甲你赶，念念你都有聪明啊！我你都莫去一怨恨着恁哎新妇啊！你若安个开始直直讲给大人听的是啊！啊！你新妇了不起，退一步，你阁住一间厝，你住一间厝咧，那么未平安，未平安呐、啊！哈、啊，你就开始规家伙乱吵吵啊，烦恼一定足济，念念你就聪明有智慧啊！啊，明明知影袂用住，咱就卖住，咱先边啊去，无大调整，咱就先边啊去，咱就有智慧啊！啊，那无啥，念念都无智慧。另有一位咱的信徒先生，啊，在十几年来十几年前啊，啊，有一个因缘呐，啊，就来到啊清溪佛菩萨，讲老师啊，我厝吼是安尼，大家咧拢真正哈爱啉酒，哈，拢爱啉酒咧，好啉者安尼吼，等下结婚那三个啉了，愈老者厝边头尾拢开始饿咧。啊，那家己一日啉咧，懵乱懵乱懵乱，无人甲听就无代志。啊，过来咧，那个两个啉咧，就小花看到天玻璃红啊，两仙就小花会小怕。啊，那个一仙个啉落时啊，哈，打乱仗。啊，伊讲唔知是安尼哪会安尼这严重咧？好、啊，一念头，每个念头都讲啊，惊阮囝唔知啉酒怎来无？大概念头拢认为因囝哪会去啉无？逐天烦恼，因囝在念饮酒啊！我讲你这就是白囝念心，母囝念心啊！你念念，你敢讲恁囝今唔知饮偌济无？恁囝今会饮偌济什么酒无？恁囝你今当来乱无？结果伊更想更乱，念念啊，念念，你都家己去念头，所以念那无气的时，就对你无气。哎、啊、呀，我讲你唔好安尼想，你吼、哦，你讲想啊，我囝呢，倒来未啉酒，我囝酒逐日无啉啊，好、哦，你唔好逐项个遐念，啊，过一阵嘛来咧，还一个老师啊，我囝无啉酒啊，但是酒肝当来尔，酒肝当来甲藏安尔，啊藏呢吼，啊藏个敢若真香哦，这逐工都肝当来，唔敢啉。啊，一天就灌一罐啦，结果因厝酒排几厅。我讲你真简单，你念头讲啊，只酒吼，拢灌灌去，看灌去荷兰去，哈啊，灌去做人什么内容荷兰去？啊，你爱这念头，你甲想，吼、哦，伊就开始讲，直直想，直直想咧，直念头。嘿，过几工啊，囝咧，找无，遐酒咪走倒去啊，等于无找无啊。啊，找无一只哦，人遮厉害啊！这念头遮尼厉害，这念念不已啊！念头你对爱好的去念，去善解，咱唔通逐项拢啊念我啊，这个歹啦！吼、哦，当当念我啊，碰到地命，一定是碰到咸地命。吼、哦，你念头真厉害。咱一个国家嘛，同款，咱每个人的国家念头念爱，我的国家一定大家会富强，我的社会会祥和，我的社会会平安，咱的政府哈，咱一定会真正健康。大家念头啊，而且咱念头讲后，咱爱团结、爱团结，国家才会
安定。咱的念头，咱唔通念头讲啊，不晓得倒，不晓得倒，三念四念的念到倒靠桥，含那嘛倒去。爱注意，念念不移。咱念头过来，念念拢是佛，所以有一句叫念佛，念佛啊。什么叫念佛？咱口字旁的念佛，嘴的念佛，无路用。念头，咱念头念力，咱的想法，念头念佛，佛正是智慧。念讲我就是有智慧的人啊，念讲我就是这个真正，念讲我有智慧，而且我会当实实在去做。念我本身心就是佛，念我原来就是佛来化身来出世，所以那叫念佛念佛啦。啊，我们一起去念佛，是啊，念有好多有智慧的人，你去念佛，念念不移。你若念讲哦，我一定要饮酒，免偌久，你一定爱会饮酒，无饮酒会怪怪。你念佛。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速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。